确定是他们这边没视野是吧？对。怎么你妈 Q 币还在打呵欠？这边去洗把脸吧。啊，感觉我还行啊。我说你去洗把脸吧。不想洗了，现在没什么。那就是我想让你去洗把脸，能不能去洗把脸？我们再来讨论一下。我感觉我打的没什么问题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洗脸呢？我感觉我也不是很困啊。就是你洗把脸，我心里安心一点，感觉。因为刚才还刚开的时候你就在打呵欠了，就我就感觉心里很不安，你知道吗？